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刚好有时间跟丽丽啊，跟土豆妹去看一下那个月婆产妇，天天做辣酱好几天了，还没去看一下，走走走。刚好土豆妹过来了，等一下还要洗瓶子装瓶，现在瓶子还没到，还有一个小时才到。我又来了，先过去看一下那个产妇，小孩放了假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哈。啊，热不热？两个人今天这么热，穿这么厚的衣服。没有衣服。冷的时候就穿那么薄，一热就穿这么厚。你们两个也是人才。看到了产妇二嫂的两个孩子，自己家开店还在这里买吃的。去你家，带我们去看一下你妈妈，快点，走。妈妈在家没有？带我们去开门，快点。快点，自己家没有吃的吗？还躲在这里买吃的？修摩托，摩托坏了。你来帮我修呀。你自行车又怎么了呀？修修修，我不会修，就这样。哦，刹车是吗？你放在这里，让他老板给你修一下。你到时候我付钱。还长久吗？啊？还长久，长久不是已经老换人？撑脚的是吗？来问一下能不能修。是嫌这个也坏了。像屎一样，你干嘛呀？擦机油，你还知道机油怎么擦呀？啊？这个好几点？擦的。一天天的，擦机油，你知道个啥呀？你擦机油啊？没办法呀，这个刹车线，看呀，刹车线断了，要去网上买一根才可以换。嗯，还有这个撑脚的也要去买一个。先不要骑吧，要不注意一点。哎，哎，真的是月子做的啊。啊，无不无聊，我们今天把这小孩放这里陪你，我们要去干活，知道吧？让小孩吵吵你。叫我。大点声音。哎呀。哇，几天不见，甚是想念是吧？香不香？香啊，我没洗脸呢，还香啊？啊？我嫌弃你的口水。看上了这个是吧？买两麦就砸了吃。昨天出了30万。小酥肉、鸡柳、鸡块。柚子大哈，拿这个柚子去吃。走路来的。哎，走路来的。走了，好休息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拜拜。你们两个快回去，你妈妈在叫你们回去。这里面有勾线虫，扔掉，好恶心。勾线虫死出来了，它就会死掉。听到没？你妈妈在喊你们两个回去。快去，从后门进，后门进，啊，妈妈会找你们，扔了。二嫂现在也不能吃啥，给她留了一点小心意，等她到时候自己去买点啥。现在瓶子到了，回去装罐了，走，回去。